陈时中部长，我是中华统一促进党道选党部主委郭启源，在此请陈部长可以真正的为人民解决疫情的问题。防疫不是只靠戴口罩就能解决的，疫苗才是真正能控制解决疫情的方法。请陈部长与所有的官员们不要再一直执着着差价在哪里，因为明明有大陆地区愿意无偿提供北京国药疫苗给我们台湾地区。陈部长，你为何不接受稳定的免费的疫苗？请你立即引进北京国药疫苗，人命关天，疫苗优先。我是中华统一促进党营政党部主委李佳薇。政权重要还是台湾人民安全重要？疫情扩散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百姓性命安全最重要，更是执政党政府必须放在第一位为考量。我不相信你们没想到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宁愿看着死亡人数一天天攀升，也不愿意接受世卫组织认证的北京国药疫苗。生命至上，疫苗优先，可否先放下对大陆的仇恨，立马引进大陆疫苗来台湾？北京国药及科兴疫苗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，大陆现在愿意无偿提供给台湾人民，请市长允许大陆疫苗进来台湾。执政党政府一再阻挠大陆疫苗来台，这背后存在着百姓们不知道的秘密。台湾从美丽的宝岛沦陷为政党利益操控的傀儡，陈时中部长，你还要继续当民进党的棋子吗？还要继续罔顾人命吗？部长，请您倾听百姓的声音，替台湾人民争取大陆疫苗来台湾，为台湾百姓生命安全为考量。我们的孩子、家人都在台湾生活着，请您站出来，替我们争取世卫组织认可的疫苗，为百姓造福祉，救救台湾所有的同胞，别让执政党继续罔顾人命，谋财又害命。拜托，拜托。